智能穿戴设备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它。它不仅可以检测我们的运动健康，还能有效减少我们对手机的使用时间，如查看和回复微信消息等。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使用过的智能手表以及和苹果手机的交互使用感受。华为智能手表颜值不用多说，是目前市面上我感觉最高的，也是我最喜欢的。我从华为 GT 起开始使用智能手表，然后升级到 GT2P， 最终去年给自己和爱人换上了 GT3。 但是我没想到会遇到一些问题，以下是我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门禁在 GT2P 上同一个门禁卡可以模拟打开，但在 GT3 上却无法使用，这是我最在意的功能之一，但竟然被卡住了。我咨询了客服，得到的回复是使用的 NFC 频段不同，无法兼容。运动健康检测我本来不是很在意这些，只是偶尔打开这些功能查看健康状态，但是在使用 GT3 后，心率检测经常会提示过快。我拿出我和我爱人的手表进行对比，发现相差20左右。售后检测后，他们说没有问题，并解释说每个手表的误差都有所不同。最终，我只能关闭心率检测功能。消息通知显示感觉太单板了，反应时快时慢，有时候手表提前提醒，有时候消息已经过了好几分钟才反应过来。并且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我使用苹果手机时，即使我使用 Mate 4时也有相同的问题。话筒设计我真不知道设计师是怎么想的，把话筒和麦克风放在手表的右下方，只要手腕稍微有点动作就会挤到，导致听不到声音。原本这是为了方便的一个功能，现在成了个鸡肋。苹果智能手表颜值对于一个成年男性来说就一个字，丑，但功能用着真香。在使用华为 GT3 时出现了各种问题，特别是门禁卡无法使用，让我纠结了很久。最终我换成了颜值相对较低的小米 S1P。 在使用几天后，我发现小米 S1P 与苹果手机的交互比华为更好，门禁也可用，但是响应问题也不少，运动轨迹不准，健康数据有待考证，而且比华为更容易断连，手表也会出现卡顿情况。幸好有7天无理由退货政策，我最终只能接受颜值差但实用的苹果 S7。 以下是我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电池需要2天充一次电，我之前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直到有次为期3天的出差，电量差点不够用。至少我在使用华为时可以5到6天充一次电，短期出差根本不需要带充电器。消息通知不够直观，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设置好，需要点击才能看到内容。门禁，添加门禁太麻烦，需要开个公交卡去物业授权，否则就必须更换 NFC 表带。而苹果手表则是一款交互和质感最好的手表，尽管外观有些巨丑，如果你不太在意外观，建议选择苹果手表。